先人大家午安，感谢呢天师德老前人前人大德，等下是直播呢，大家讲师陈浪浪后学呢，来跟各学习呢这今天的这个课程呢，普贤菩萨行愿品。普贤菩萨行愿品是从呢《法华经》里面揭露出来的哈，所以要谈经，我们就来谈谈呢，先谈一下我们。这个所有的经典呢，都经过了说由呢阿难尊者及五百罗汉所叙述，也是在讲呢我们呢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49年内所讲的所有的经典。只要谈到呢释迦牟尼佛呢，悉达多王子这个人呢，他一出生呢，各位前贤有没有听到？哎。有很大声。好 ，OK， 因为释迦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个王子，悉达多王子呢，他从呢一出世就讲了一句话，或许呢听到这句话有所体悟，跟各位浅浅共同的分享。他呀一出世呢是在一个呢无忧树下呢，从他妈妈的腋下啊生出来。一生出来的时候呢，就一手比天，一手比地，就可以走七步，开了七，东边走七步，西边走七步，南边走七步，哦，四方呢走了七步，开了每步开了莲花。但是他开口第一句话呢，就讲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各前贤，一个圣人的诞生。就是这么的殊胜，就是呢，开口的第一句话呢，就震荡了整个全世界，就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大圣者啊，出生在这个娑婆世界上。那天上地下唯我独尊，那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里讲的，那四相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呢？他讲了非四相，他怎么会讲呢？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呢？唯我就有一个我，他也讲没有这么一个圣人在出世这个娑婆世界，他是很谦恭、很低下，也是很跟世人呢来衬托出这个世界未来的世界呢，没有错，三千的佛法。但是这个圣人讲了，天上地下，地下唯有独尊。他这除了跟娑婆世界的众生讲呢，你要上天或是要下地狱呢，是由你自己的来决定。这唯我独尊就是这个我，就是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众生决定上天堂、下地狱来决定呢，你呢自己去做主。别人都没有办法左右你，各位前贤，你在修行当中呢，有谁能左右你？今天要来上课，今天要来听课，有谁要左右你？所以今天或许跟各位前贤来探讨这个经典，也是跟各位前贤结下了这个缘，各位前贤呢，才能呢在这个呢大家都想睡觉的时候，睡午觉。的时候呢，来跟后学结这个缘，所以也是大家有这个缘，才能在这个呢神通的世界里面来，大家共同来探讨。每一部经典都有一个人，像《金刚经》须菩提，对不对？《金刚经》也有四句偈，它是四句偈呢，一切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但是呢，《法华经》里面的四句偈呢，或许呢，感受到他的四句偈呢，也真的是很微妙。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下：若人亦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你看他从华严经里面所提的，他所探的四句偈呢，他这个一切唯心造，
我们呢要今天要快乐，要痛苦，要上天堂，要下地狱，都是由你那一颗心来造，一切唯心造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当中的时候呢，各位浅浅一定要读经典，一定要有个体悟，没人会左右你，修道也是一样，修道修心，你的心走到哪里就修到哪里，所以你的诚心，所以这个普贤菩萨所讲的愿行，没有愿就没办法成佛，要愿行，你发了多少愿，所有的菩萨都有他的愿力。释迦牟尼佛在讲经也分了五十说法，不动耶，不要理他那个，不要理他，字看不到啊。他五十说法呢，就华严最初呢三七日，三乘七是二十一天，阿含呢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波罗坛，波罗坛法华涅槃共八载，他这当中加起来，或者跟他加起来是四十年，应该讲是四十四五十年。但是实际上加起来应该是四十九年多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，他是四十九年呢在说法，应该快五十年。所以他《法华经》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在说法的时候是先讲《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呢，《华严经》是大乘佛法的一部经，大乘佛法的一部经，但是众生没有办法听懂，众生没有办法听懂呢，他就开始讲 因果循环，所以此经呢的地位相当高，此经的地位相当高。华严经可说呢为呢 大菩萨而开示的华严，是 经中之王啊。所以在刚开始他要讲华严经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众生听不懂，所以佛呢再开始讲因果论，再开始讲因果论。这部经因为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说经呢，有时他是不在娑婆世界说的，像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呢，他在道立天说。这部经最后是藏在龙宫里面呢，被龙氏菩萨带出了龙宫，才有这部经。所以这部经很大，所以里面只有我们只有揭露了普贤菩萨的行愿品，从前的一品。他被带出的时候呢，是有十万偈哦，四十万偈，四十八品，我们只有讲一品。所以大乘佛法的修行呢，是上求佛道呢，下度众生呢，但念众生离苦呢，不为自己求安乐呢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就是呢，要让为众生而做流马呢，而不为自己求安乐呢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承愿。这部经呢是普贤菩萨呢听完佛陀所说的妙法之后，在佛陀感召之下呢，带佛呢宣扬的佛理。传说呢被藏在龙宫里面呢，搁置了六百年之后呢，才被呢龙氏菩萨发现呢，带出了龙宫了。唐朝呢，《波罗三藏经》里面的《华严经》呢，有一品呢，《日华这品》呢，也被翻译成了四十卷，所以称为呢《四十华严》，乃为《华严经》中的最后或是最重要的一品，叫做《日华这品》。二十。普贤菩萨摩诃萨呢，称赞如来圣功德已，诸菩萨及善财言呢，这是经文里面的一段哦。在读经里面都会一谈到一时或尔时，这个没有时间的根据，所以尔时也就是当时的时候，
意思也是讲那时候的 一个时间而已。哦，普贤菩萨是听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种种佛法后呢，称赞赞叹佛的功德，并向华严上听佛说的许多菩萨呢，善财童子呢，说下种种的修行愿的方法，所以他才讲出了十大愿行。所以善男子。如来功德加持十方一切诸佛，今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即为成劫，相继演说不可穷尽。这段呢是讲如来的功德呢是很大很大的，是不可说完的，再怎么演说也讲不完。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典你看要讲多久，我们只要讲一品，就可能今天四十分钟可能截录了一些段，就可能讲不完了。如果把《华华经》整个搬出来讲，可能要讲了三年的，可能讲不完。哦，乐意成就的此功德呢，因修呢十种广大的行愿，佛的功德，叹使十方一切的许多佛呢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，化成了像微尘一样的细小的结束的长久呢，天天呢细说不断的演说呢，佛的功德还是演说不完的。所以佛的功德有多大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他在世的无轮回的五百世的当中呢，他有在经典里有讲的，他对他的弟子讲的，今天你能对我这样，是我累世累劫呢割肉。哦，佛子一定要有一次割肉喂鹰，哦，有一次出世在一个大的乌龟，结果蚂蚁爬到他身上，他怕把蚂蚁呢给连死了，所以呢他就躺在沙滩上呢给蚂蚁给吃了，所以呢他就跟他的佛的弟子讲，你们这一次对我这样的尊敬，这样的看是我累劫呢。给你肉给你们吃，血给你们喝，你们才有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修行当中呢，我们要说我们的一些所修行的功德是怎么样，大家还是要学习佛的那一种的功德，佛的那一种的修行呢。所以菩萨普贤菩萨听了佛的这样的开示呢，他就感觉了我们体悟佛的这种功德呢，我们要广修的这广大的愿行呢。何等为实呢？一呢，礼敬诸佛；二，称赞如来；三，广修供养；四，忏悔业障；五呢，随喜功德；六，勤转法轮；七呢，请佛治世；八呢，常随佛学；九呢，恒顺众生；十呢，普皆回向。善财童子跟普贤菩萨、大圣者呢？云何礼敬乃至回向呢？就是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呢，在拜师五十三位的时候呢，最后一位就是普贤菩萨。所以他拜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体会他善财童子，才得呢觉悟呢，体悟到呢，证悟到呢，真正的修行方法。啊，礼敬先佛。礼敬，礼为生礼，敬为心敬，礼则专诚，敬则无忘。所以呢，我们礼敬当中呢，所以呢，是以礼是我们的身，敬是我们的心，所以呢，身心灵都要礼敬的之佛，那才是专诚专制对佛的一种尊敬。在礼敬对象里面呢，有十方三世诸佛，一切众生呢，即呢礼敬自信佛，礼敬父母，礼敬大自然。哦，礼佛学佛的含义呢，是精诚恭敬的礼敬当中呢，以亲近平等不动的亲信相应呢。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有个菩萨叫做常不清菩萨，他看到人就是礼拜，所以呢。我们在人世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人也是要带着微笑，
跟人家呢用一种微笑来跟人家接待。所以在礼敬诸佛当中呢，我们的心是要很恭敬的，尤其我们早晚磕头呢，也要存了一个恭敬的心，把佛菩萨呢列为呢我们毕敬的对象呢。礼记华清华录里面第一句话叫做七礼，七礼也勿不敬。所以我们在礼敬中呢，一定不能不可不恭敬、哦、所以礼敬先佛呢，要以呢须以亲近的身身与意业常修礼敬。这人世当中，娑婆世界当中呢，我们呢对人对事都是要有一个礼。人对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呢遇到人世间对我们有所不满或有所不好呢，我们要存了一个心呢，这是上天呢累世当中呢，我们对人家不好，所以人家才对我们不好。所以呢，在对佛的礼敬，也是对众生的礼敬。皆现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刹即为成世身。我们佛世界里面，他讲不可说佛法，不可说不可不可起。但是佛法后学呢，体悟到佛法呢，只有四个字就可以当佛法讲尽了，一个就是平等，一个就是分别。所以佛法佛祖讲的，他没有写，是阿难尊者记下来的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世间里面，很多大圣者他有所说法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说，如来有所说法，即是谤佛。所以佛法是存在你内部灵性里面都可以去体悟的，说了只是让哦。有呢，导师人家说师父引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到最后还是要你自己的去体悟，才能呢知道了佛法的伟大、哦、所以呢，人世当中呢，在礼敬当中呢，我们到哪时候才可以止这个礼敬呢？所以众生界尽了，众生业尽了，众生烦恼尽了，我礼乃尽了。这是呢，我们到哪时候，我们在礼敬先佛，只有到我们涅槃的时候呢，才结束了、哦、所以心存礼敬，礼敬先佛，心中有佛，来世必竟成佛；心中无佛，那你永远就想成佛就难了、哦、所以皈依佛、皈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这是皈依佛的三宝。那我们呢？皈依我们的自信三宝。称赞如来，我在称赞如来当中呢，称赞的对象是诸佛如来，或是浅显大德，或是众生呢。人往往呢都用放大镜的去看别人的缺点，乃是呢要引恶扬善呢，我们呢要反省自己，要内修内省。其实东坡与佛印禅师的对视当中呢，他有两个故事。一个呢，师东坡呢，佛印禅师跟师东坡讲呢，你看我像什么？师东坡呢就说，你像呢一堆牛屎。那师东坡说，跟佛印禅师讲呢，你看我像什么？佛印禅师呢跟师东坡讲呢，然后你像呢一尊佛。那师东坡呢很高兴的，那所以呢，佛印禅师呢，耳朵呢他像一尊佛。但是呢，他回去呢，遇到他的妹妹苏小妹，跟他讲说：“你失了太彻底了，你心中只有牛粪。人家佛印禅师呢，心中就是佛。”还有另一个故事呢，在禅宗里面呢，这季节呢，在禅宗里面在流行，或许刚入佛门呢，听了很多的讲师、很多的前贤呢，讲了这么一句呢。这一句呢，是苏东坡呢开悟的时候写的。那苏东坡开悟的时候，他写了一个记，就叫他的师童呢拿去给佛印禅师。这个记是这样，
他说呢，举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这呢，佛印禅师在悟道的时候呢，他就高好高兴的就写了这么的一句偈呢，请他的书童呢拿去给这个佛印禅师。那佛印禅师一看呢，就给他写了两个字，放屁。结果说请那个书童呢带过来。结果苏东坡看到佛印禅师给他写了两个字，放屁，哇，气翻了，气了呢，就赶快背船呢摇过去河呢，去找佛印禅师算账。结果佛印禅师呢，知道他会来，结果在那门口呢，笑脸的迎接他呢。结果呢，苏东坡呢，气呼呼的，你这个什么大和尚，怎么给我写两个字，放屁！结果佛印禅师呢，在他的门里面呢，写了一个白纸呢，上面写了呢，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所以这句呢，这句偈呢，是苏东坡他悟道了写的。为什么或许讲说他悟道呢？在这个举手当中，他在磕头举手当中呢，天中天呐、啊，他所说，哎，我里面呢有一个真正的我，就是我们老师跟我们受记的那个地方，那个是毫光，那你会发生毫光照了整个大千。只要我体悟到这个呢，我的八风就推不动我，我一定绝对会呈现作我。我们老师讲了，只要这一世我们能被佛受记，就能成佛。释迦牟尼佛也讲的，一世当中呢，你能让佛受记，未来必尽成佛。所以苏东坡呢，体悟了，开悟了，他很高兴，就写了这个偈呢，给呢佛印禅师。结果佛印禅师呢，一看呢，有没有开悟，应该佛印禅师也知道。但是开悟的人呢，都是人呢。很谦虚，也不会讲、哦、因为呢你看六祖坛僧的永嘉大师，他也开悟了、啊、但是呢他要认可，要被佛在世的佛祖啊认可，所以他呢去给六祖啊认可，认可后确定了，所以呢永嘉大师呢也是得到的高僧，但是佛印禅师也应该得到，也是得到的高僧，所以他也看懂了苏东坡这一句的偈，里面的八风呢，叫做兴衰毁誉嗔己苦乐，那有四圣四逆的八种境界哦，这是我们人世在中所能遇到的这种八种的境界，啊，各以之过呢，辩才的天女呢，微妙舌根呢。他的舌根呢，能发出无限的音声海呢，一声一声的声音呢，出现一切的原始海呢，赞扬赞叹的一切如来的诸多功德海。在世里面呢，我们呢第二组就是我们的声光大师，他在讲经说法呢，可以讲到呢天女散花。但是达摩遇到他的时候呢，你仙女散花，你也不能成佛，你也没受记，你也得不到，你还是在六道四身里面轮回、哦、所以呢，我们很光荣的，我们能让老师受记，所以老师保证我们能回天，但是回哪个天呢？不知道，但是一定会回天。或许呢，最近的体悟呢？回天就是可能回到33天中天三观大帝那里、哦、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修，最少最少我们要回到多帅天内外院，让我们一个地方，而跟着老祖师说修行，没有就是你跟后学一样成下成愿，念念生生世世在这个人世间替我们的老师呢普度众生、哦、所以世间能化为莲花帮是我们老祖师的宏愿。好，第三广修供养。供养呢，我们讲布施、哦、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那在供养当中呢，我们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其中呢
是以法师为重要、哦、法师的功德最大。然后我们在培福田当中有净田，就是净我们的自身三宝，净佛法僧。恩田是父母师长，悲田呢是有情众生，以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呢广收广修供养，供养是呢可行三度 体空的无相布施。何谓三度体空的无相布施？第一个，你人你施给他，还有个物。好，你今天布施了、哦、布施了建庙50万，那三轮体空的意思呢，就是已经忘了，忘了你布施的行为，你布施多少，你布施什么。如果你记得，那只是福报，不是功德。好，忘失菩提心呢，阿修诸善法是为魔业。这句话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呢，一定要抱着慈悲的心、爱心，在普度众生当中呢修呢。有些呢，你看是善法，但是实际上是魔业，因为你失掉你本来的自信、本来的本心、本来的本来的慈悲心，所以就失掉所有的布施、所有的供养。这供养以舍弃自身的嗔贪痴慢等烦恼，也就是积极福慧之良来行持，并回归清净的自信，是以供养自信如来，以供养极致。在供养当中呢，我们要呢自己的把我们能力之内能以布施众生，以布施佛堂，以布施所有的无量所有的佛堂所要的需求，我们能力内都能多多少少的布施。但是呢，有一种布施呢，也是佛堂里面呢很多人呢问候学呢，什么的布施功德最大。或者讲说，如果有空呢，这是从释迦牟尼佛的经典里面提悟出来的，也是释迦牟尼佛每天必做的事情。他从金刚经里面的第一分，你看他从早上起来一直做，做到吃饭的时候，食死的时候，他就换衣，就是布施。但是他一天所有的事情，像他一代的宗师呢，他呢所有的饭、所有的吃住，他呢依自己的，还要吃饭自己去偷剥欺负，没有就回来坐禅忏悔，因为跟众生没有结缘，所以就这个餐没有偷不到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一世呢要广修供养，才能在来世呢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们呢才不会偷了空钵呢没饭吃啊。所以法供养呢是很重要的。在金刚经里面也提到了法供养的事呢，你能用世界跟为众生而说法的功德呢是无量无边的、哦、所以我们在佛的供养里面有很多讲供花、供灯、供香、哦、所以呢这个都是供养的一部分。好，七种的法供养：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的供养、摄受众生的供养、代替众生苦的供养、勤修善根的供养、不舍菩萨业的供养、不离菩萨心的供养。这是呢法供养的七种方法，这在我们修行当中都可以。尤其呢不舍菩萨业的供养，我们今天所修的都是为我们的供养。菩萨业就是一种慈悲喜舍，就是视无量心呢来普度所有的众生呢，这种供养呢是最大的供养、哦、你我们都有慈悲的心，也有喜舍的心，所以在供养上呢，我们一定要尽力的尽自己的力量。所以老师常在讲的，我们在立愿当中呢，
我们要量力而为的去供养众生，未来才能成就我们。好，法供养的最重要的因素呢，在法供养当中呢，最无量无边的就是法供养哦。好，忏悔业障，六祖坛经里面的忏其前先呢，悔其后过，这是六祖讲的。我们呢，不要呢，忏了前先，后过又来，所以无时无刻的再犯过，那你再怎么忏也忏悔不完哦。障，所以我们的有业障，有烦恼障，有业障，有障。所有的三障呢，我们要如何的清除呢？是由我们内心真正的忏除的业障，恢复清净的本心，那对才能彻底的忏悔。以我过去无始当中的贪嗔痴，都是发自我们的身心意，做之诸恶。我们人世间呢，所有的罪恶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心理而所产生出来的，所以一切唯心造。如果你的心都是恢复了本心、本心的善良、本性的纯真，那呢就不会再犯错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消除三业呢，只有诚心忏悔呢，不再呢造过，然后随喜功德。在随喜功德当中呢，我们什么叫做功德？坛经里面也讲了，见心是功，平等是德。在功德里面呢，我们也不执着有相的功德，不自相的功德。如果呢，我们都自相的功德呢，把功德呢会变成了福报。这样不灭呢嫉妒心，人我见，扩大了心胸的障眼智慧。随缘之人就以佛而善以人呢，自然呢能感应无量的无边的功德。所有的善根呢，我皆随喜啊。一切的世界里面六气四生呢，一切种种呢，所有的功德一至呢一成，我皆随喜。随喜的这众生怎么样对我们呢？我们都是随喜，内心充满的法喜，在六气四生当中，六气就是六道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六道。十方世界当中呢，所有的佛所学的所有的功德，我们都要随喜。菩萨呢所修的一切的苦行呢，都是呢求的呢无上正等正量的功德呢，广修的功德呢，我们都随喜。所以随喜功德呢，就是呢，我们平常呢对人待物呢都要彬彬有礼，尤其呢在佛堂里面呢，来到我们佛院里面呢，所有的众生，尤其入我们呢的前贤呢，或是后贤呢，我们都呢要尊重，要提携。好，勤转法轮，忍任弘法，挥法弘人。道呢，是我们人来弘法的。天不移呢，天不言，地不移，只有我们呢人才能弘扬这个大道。我们常常讲呢，说我们的道务不弘展，但这里呢说道务不弘展，老师讲方式转我们自己的法门。为什么道务不弘展呢？这可能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修行、自己的德性去反省，道务不好要反省我们自己，不要去怪别人。尤其呢，可能呢，我们累世累劫呢，跟众生没有结下这个善缘，所以我们度不了众生，我们成全不了的人来到我们的佛院跟我们一起修行。所以我们要学呢，普贤菩萨呢，广修呢，常转法轮，广修供养，让众生结善缘，我们才能普度众生，跟众生在一起，我们才能成就。如果没把众生看成了自己，那你永远就没有办法成就。所以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，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，
勤劝勤请转妙法轮，法轮在哪里？在我们的内心里，内心也有一个转动的法轮，我们转自己的法轮，转自己的法轮。我们像说我们要去成全人度人，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转变，是永远度不了众生的。度一个人，各位前前简不简单？不简单，可能你要走五趟十趟也不一定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放弃，上天绝对不会鼓舞我们，绝对会让我们度到的。尤其呢，我们月底的法会，大家发个愿，大家每个人呢，只要呢度个人，那我们这回的法会应该人是会蛮多的。大家呢自己鼓励自己，自己转自己的法轮，才能成就。自己的法轮不转，在那里没有转，没有转动，原地不动，永远是这样，也没有功德会跟着你走。你自己的功德是要自己的去体悟，去自找，自己去成全，去累积你自己的功德，才能成仙做佛。好，勤劳自是。勤劳自是当中呢，佛自是是有一个时段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是在世80年而已，你看我们老前人也是90在世95年，人有一个段。所以老前人讲了，今天呢，当年呢，既有智，何须求我生？他老人家讲的，我请既有智，何必求我生？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可能呢，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段。世界上人生短暂，所以请我自是，是请哪尊佛呢？是请我们自己的自身佛。我们的自身佛呢，是在我们的心中，是我们自己。才是佛呢，所以《坛经》里面有这么的一句话：“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自若无佛心，何自求真佛？”如果你心中没有佛，那佛也不会来找你；你心中有佛，你自然就毕竟会成佛。所以遇到任何的障碍呢，我们有前行，有大智慧者，我们有点传师可以请教，有前行可以请教。所以呢，在修行当中呢，菩萨呢，声闻缘者呢，或是呢，有学无学呢，乃至一切诸之善之事呢，我心呢，请末日涅槃。大家都想，劝请呢末日涅槃这一句话呢，是我们都要时时提醒了自己有涅槃的一天。但是呢，我们人走了，我们的佛性呢没有走。佛性是没有走，所以佛性也可以度人。所以称愿，你看我们不修习菩萨，他呢跟老母起念的在天的领导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不修习菩萨常来跟我们鼓励，这事呢就没有那一盘了，他呢在天领导了我们。所以色身会没有，但是你有法身，有报身，有千亿化身，都可以来普度众生。今一切菩萨即为尘世界呢，为益利乐一切众生。所有的佛菩萨在每一个浩劫里面阶段里面呢，都以利众生呢，只是让众生能成仙做佛，自己受苦受累都不用钱。你看我们老师师母老前人前人都为了我们这些小祸学呢，而天天的每次无时无刻的在我们的身边。像我们的老前人，我们的前人，尤其我们的前人发现祸学需要我，我都在你身边。所以我们不休息菩萨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身边，这不是叫请佛自是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修行真的很快乐，修行有前行在，有前人在，有老前人在，所以随时我们对我们老前人讲了，只要后学需要我，
我无时无刻都在你身边，这是我们在华裔崇德的一大的荣幸，也是一大的幸福。好，长水活水，学佛的种种德行呢，依佛的教育行修行呢，佛的种种呢，都是我们的榜样呢，佛的种种呢，都是我们的学习。那是以我讲呢，不在的时候呢，我依经讲经，依经行，依事依法而行，所以依法不依人啊。所以呢，他一个法呢，就是佛法，佛所讲过的成佛的方法，哎，依智不依事，就是你真正的智慧呢，不依你的常识认定，而呢，依你的智慧去判断，依义不依义，是以真正的正义，以不依语言，所以语言有时候会错误，有时候会错误，所以依了义，以依不依不依了义。所以真正的义理，而呢不以不一定的义理呢，所以呢我们呢在修行当中呢，就是有道理的，就去依循。所以老师常呢，有理的就行，没理的就退。四好啊，在佛祖讲的这四好，在佛教界里面所讲的四好，我们也有四好啦，我们学修讲办。哦，学道要学得好，哦，讲道要讲得好，办道要办得好，哦，学修讲办，修道要修得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四好。他这里讲的四好，在佛学里面所讲的四好，为了普度众生呢，心念不转呢，这是四好呢，就是呢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做好人。所以在四好当中呢，我们要真的做人，就是先把事好做好，学到先把事好办好、修好、学好哦，就把我们讲的老师来讲，跟我们的学修讲办呢，修好。好，随顺众生，随顺众生呢，就是我们对众生呢要不停的普度，尤其呢，我们在这个未来的白羊的时期呢，众生呢根气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呢要呢要不断的学习呢，我们呢在呢不断的停歇呢来普度众生，这叫做很顺呢，我们要顺利所有的众生呢，而不违背他。我们去成全人，或许呢人家不高兴，但是呢我们呢也应该不放弃他。老师讲了，我不放弃任何的一位的徒儿，所以呢我们呢也要有老师这种的心呢，这种的恒心呢，不退转的心呢，来呢成就众生呢，来恒顺众生呢。这是菩萨呢种种的方便法门呢，来成就众生呢。所以我们各种的研究班、各种的活动呢，都是为了呢成就众生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在求道普度当中呢，我们呢是要呢不断的不放弃对众生呢念念的不忘呢，临念呢为众生呢而做牛马。好，恒顺众生呢，我们呢要有大慈悲心呢。如果没有众生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就。所以在无众生的时候，我们想成菩萨，我们想回天，都不可能的。好，回向一切的功德呢，都要回向呢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法界、虚空界的所有的众生。尤其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在呢这个疫情当中呢，我们这个疫情大菩萨呢，请他呢赶快的结束我们所有的诵经功德。我们现在所有的诵经功德也是在回向呢，我们的这些呢疫情的这些疫情的这些大菩萨，赶快回归他本位，让我们回归平安平顺的生活。
让我们呢能赶快的去度人，赶快的去成全人。所以呢，一切的功德呢，都要回向尽呢，法界虚空界呢，一切的众生呢，回向是最大的呀。所以呢，能以不积功，不染功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尤其《道德经》里面呢讲得很清楚。如果你能为众生越多，你自己就会拥有的越多；你能呢为众生服务的越多，你的功德也越多。这一切的回向呢，都是要回归到所有的众生、所有的虚空界、所有的众生界、所有的把我们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众生而度尽呢，我们才能成仙作佛，要有大慈悲的宏愿啊。所以普贤菩萨的大愿行呢，到最后呢，都是要回归到我们所有的众生上面去。好，这一的道的珍贵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身心灵的庄严上。道的神圣何在呢？在我们的身口意的慈悲当中呢。所以后老师慈氏呢，生命有限，慧命无限呢。在我们人生中，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们白养的慧命呢是无限期的。我们要展示呢我们的这个慧命呢永远的传承。所以传承是在修办当中呢最重要的，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继承我们的白养生业，把我们的老师的宏愿也再传下，把我们的道继续的传承下去，展示庄严神圣的生命力，说起说才说呢丰盈的生命果实。具体做法是唯有道化生活，众圣亲凡，在道场中呢学修讲办，在生活中也要学修讲办。好，再用这几句话呢再跟各位前贤共同的勉励呢，生活当中呢我们呢不求呢歌颂啦，而且呢求生命的完美实践呢，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生活当中呢我们要过得呢比较快乐，每天呢要存着快乐的心，快乐的修行。如果你的修行呢不踏实，不踏在，每天越修越痛苦，那到跟人家讲是真的，那人家会相信吗？而学士不要求，学士呢不是求文凭，而是求智慧的参透生法呢。修行不是求功德，而是求呢心理上的进化圆满呢。不知不求回报，而是求大爱推广于天下；办道不求拥有，而是求众生达本还原。这几句话呢，跟各位前贤呢共同的勉励呢。时间呢也到了哈，所以呢，各位呢今天呢，或许呢，这些时间呢，中午呢，可能或许精神有点不济哦，所以呢，在讲课当中呢，尤其呢，讲经呢，真的是要有时间，这样的赶可能赶得比较快。各位前贤可能也没有听清楚，《华严经》里面真的华严也是大圣佛法的，要体悟也是不是那么简单哦，要慢慢的有空自己呢慢慢的看哦。像后学最近又把《金刚经》，最近又在读《楞严经》。哦，这两个月在禅宗佛经里面呢，或许有小小的一点心得呢。读经呢是用体悟的，只要有时间慢慢的去体悟，慢慢的去看经、体悟经，再来修行，依经行才能成佛，做才能成佛。哦，讲不一定能成佛，讲没有人成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修行当中呢，他还是以行为重要哦。今天呢，跟各位浅浅的、参参差差的讲的速度讲的蛮快的，尤其呢精神有点不济呢，也讲的不太的有精神哦。所以呢，讲不圆满的地方呢，叩求先有慈悲赦罪，点燃师呢多多指导，各位浅浅多多指教。然后且今天呢，跟各位浅浅呢就呢。共修到这里，感谢各位前贤，感谢等下是慈悲。好，我希望我们的负责讲师呢多多的补充，谢谢各位前贤。